吃手气，吃运气啊！我倒不是天天有，现金也不是天天。他们只有一家，就没有这么多家。我看他们有一家的店，后来我一想，后来我也闹一个店，看行不行。看能不能赚到钱嘛，就后来一弄这个就可以。天津也不是天天送，最后一天了啊，元宵晚会最后一天，砸掉多少给多少。我爸妈给我的，就买这些杯子，再往里面塞一些钱，后来慢慢的就弄下来。大约多少啊？一万七八。有点劲啊，劲大的不容易进。说实话，咱这地毯也在反弹的啊，弹进去都算，怎么进都算啊。就是他的主持特别活跃，特别擅长这方面，好，所以才选他。给他开多少钱？给他开200来块钱吧，200吧。哎，不要犹豫啊，不要徘徊，哎，犹豫徘徊好运不来。把我养成这么大，我要给我妈买一个华为保时捷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